马木于1936年5月21日出生于梅里一个贵族家庭，他是家中的长子，拥有九名弟妹。他早期在梅里及古晋完成中小学课程，1960年在澳洲阿德莱德大学取得法律学士学位。毕业后，他曾担任南澳最高法院法官赫伯特的助理，过后返回沙拉越担任检察官。1963年，时年27岁的泰义马木以受委议员身份首次踏足州议会，开始其政治生涯。在沙州曾担任通讯及工程部长以及发展与林业部长等职位。在1968年至1981年期间，他在中央政府担任多个职位，一直到从他舅舅拉曼耶古手中接任沙拉越首席部长职位。泰义马木第一任妻子潘斯里莱拉泰义于2009年4月患癌病逝。2010年12月18日迎娶杜潘拉加古迪。泰义生前与发妻莱拉育有四名儿女，其中一名女儿纳廷哈尼法是现任木郊区国会议员兼联邦经济部副部长。I love you. We all love you. Long life, inshallah. 一直到今年二月初，网传敦泰义遭外籍妻强行出院事件，敦泰义的健康状况再次引起关注。